天是入围赛的第一天，要提早一点去演播室化妆。左边跟我一起画条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在你左边画一道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一条龙。土的我接不下去了。在你心里边比划一个过不成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行吧，我今天觉得不太舒服。跟我一起来，跟我一起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it's party time。This is DJ 偏野 ，This is Mike 余霜。接下来我们带来的一首是《野狼 Disco》。没有，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再说两个麦都。Well,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. She shares my dreams. I hope that someday I'll share her home. 第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已经是柏林时间7:30啦。从早上11点到现在，确实是漫长的一天呢，但是还是很开心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吃能吃的饭了，主要是食堂里吃的都是这边欧洲的食物，这种中国味实在是顶不住，吃不下。去吃点好吃的吧。这个是我来德国之后吃的第5顿越南米粉了，看，太美味了，我靠它活下来了。超市里有卖花的，要不要买一点的？生活要有仪式感。哎，还挺便宜的，它这一盆才10块钱。啊，10块钱，人民币吗？哦，可以耶，10块钱，生活。15块15，放在床头。